到他们的百元商店，日本的百元商店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要来百元商店探险吗？少看看那个小椅子，那没有小椅子。哦，有这个字母哎。多少钱？找不到。没有看到小板凳。嗯。这我看到不错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你看它这个，我们那个糖包剪一个角有没有？然后这两个套子，一个内一个外，就把它可以这样套。哦。可以倒。然后这个是在缩水耶，我不知道怎么用，但是我想买回去玩看看。哦。对啊。这个看起来很棒哎。真的很不错啊，它这也很便宜，两个才27块。嗯。好哦。你最喜欢的油刷。哦，油刷好。这个我在这边拿的，你看它还有大 size 的。哦，对啊，不过这个小 size 就够用了。对啊，我们用一个小 size 的，这不错。啊，这个就是。啊，对啊，哎，买一个吧。嗯，好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我刚刚怎么没看到？对啊，是那个鸡蛋的。蛋的，生蛋啊，半熟半生，里面整个都煮熟了，这个蛮妙的。業務連絡3番お願いします。伊這是每項物件100元嗎？對。100元商店幹嘛是這個東西？哦，可應該是吧，在這彎的呢。嗯，可能某些角度會比較好刷吧。一定是這樣。這個是這種，他手在用的。哦，對，所以原来百元商店被你了。这拖鞋100块吗？今天吗？是吗？好像还不错哎。真的吗？能陪你哦。但是它这个应该是轻便型的那种。嗯，轻便型的，对，嗯。不过还蛮便宜的。嗯。走，下楼了。对，那这个可以装什么电池，什么小小东西，不错。它有大有小，你可以各买一个。我们那个三颗电池可以用什么装？用这个装吗？不知道，装不装有小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大小吧，100块，大小各买一个。大小各买一个。好，不错，好，太棒了。他哪里写27块啊？商店不是27块吗？哦，好，我是这样理解。今天从那一边排队，我走过去排队，你们可以去逛逛，或者是在门口。好。现在在逛日本的百元商店。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？
有宝可以挖吗？挖宝。哪一种？哦，好好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哎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看。把月子把它挤出来的，嗯，有啊，那种，嗯，它那个设计哈，那一个设计不知道哎，它进去然后夹着，然后一直把它转转转转，好像不错哎，这个可以试试看哦。这就是我买的那个，但是我买那个比较好。这个回家也试试看。嗯，一直乱买。你看这个，在干嘛？放洋葱啊！啊，放洋葱，哎，好棒哦！它做这个设计比较好啊。对。比较宽口的。对。你会不会买一个，然后后面回去觉得不够用？有可能，不够用没关系，我刚忘记拿提篮了。哈、啊，没关系。全部都是家用的。嗯。然后这个也很好。这个可以用在我们那个厨房的那一根棍子上吧，然后可以夹。对。あのここで、あの、小さいの椅子がある。小さい椅子。小さい椅子。二階のトラベルのもの。二階のクラベル。真ん中でトラベル用のもの。トラベル用。真的吗？二楼。1080円就大概是吗？あ、ごめんなさい、トラベルじゃないです。行楽です。行楽。行楽、二階の真ん中通。あ、あ、中通。他上去看看吗？嗯，要不然不用好了。はい、すいません、失礼します。はい、失礼します。1020円のお買い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お、おお。今日も200。277块。277块。要一件100块吗？哦，买超过十件了，好，有十件吗？来算算看，我们总共买。好好，哎，这真的很巧哎，这可以这样放洋葱。对啊，超棒的。我们家那个不是这样一坨的。对对对对。它这个开口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这样拿。对，没错，嘿。放洋葱啊，还是说放什么蒜头啊？对，有一个 S 钩可以钩。对，洋葱蒜头都很合适。哈哈哈哈。百元商店，我的爱。100元商店，这也是100元商店，哎、欸，这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100元商店，阿娟的爱，這個、啊，小蔡的爱。这个如果在无印的话，大概就是490。好，490。哎、欸，大便啊！哎，对，我们从这里过去。左转了、哦。那边，那间都不一样啊。那我们还开一罐。要吗？要买吗？再买一买，不用啊。啊，红灯了，等一下。哎，他那边店很便宜耶。对啊，超便宜的。上野还有，我有去查，上野那边有100元商店，因为我就是这次来是要目标100元商店。我这次来就是目标100元商店吗？对啊，目标100元商店太棒了。在100元商店买30000块日币。我们回去可以开箱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30000块日币有300样小东西耶。对啊，日本战利品。好，走了。打开说，哎、欸，小蔡为什么都买100元商店？